演的是黑熊爷爷。大家好，我是洪子琪，我今天要演的是飞鼠。大家好，我叫吴三，今天我要演的是梅花鹿。大家好，我是叶正伟，我今天要演的是五色鸟。五色鸟。黑熊爷爷，黑熊爷爷。哦，我动口了。真奇怪，黑熊爷爷怎么不见了？黑熊爷爷最平常最守信用，他知道我们要来帮他庆生，应该不会外出才对。会不会在树上睡着了？老师，你摸你刚刚说话。会不会在今天？我们一起找一找。飞鼠跳到树上，东张西望。这个不用念了。我伸长脖子。快救我啦！我跳到最高的大树上四处看，就是没有看到黑熊爷爷。我伸长脖子找遍了整个林子，也是没看到黑熊爷爷。飞到西岸，前前后后找了又找，还是没有看到黑熊爷爷。黑熊爷爷难道是被人捉走了？十六题什么时候才会有？也许我们在等。说啥？